鱼的开始四个到五个吧。来来，做肥，完你不吃，他妈就这个，就这个，要不再给我调节大。我吃啥去呢？哪个都可以，五个是吧？要大的。那就我们三个合作。不然也得吃吧，吃合得了，对吧？对。吃够几个了？好了，没安全，没安全。行了，那我们几个了？我们四个逮住。好，好，这是四个够了。够，吃完了我记了，吃够了。阿金称几个？阿金了称十个。不止吧？你不就按两周一个？多神仙！按照五，三十。哎，这个要。那个咋这个贵呀？这个哎，别夹手！啊，那边也是，这边也是。小心，那个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别，把下面那个背就完了。去逮着他！你必须得给他买了。哎呀，给你揉揉，给你揉揉。你能不能我赖你算医疗费就不要钱了？拿凉水拔一下，要不？来给俩斤了，好，不是，这个能买给他吃，这个他能吃。那螃蟹，我卖的。螃蟹，你大的六十。没机票了。还有没有？这就这俩行了，没有了呀。那边的大。这里还有大的不？你还要不要？这里还有。你看有多大？有大的。脸都出血了。不要那样的，不要那个。这个不要。不要那白布才拉的包就够了。这个老好老肥了都。那就搁那吧。那个。这个不要。大母虎人。那个要，那红的要。过来这个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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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我这个算一个螃蟹吧。那我要海天那个，那个也是小妹妹。穿黑衣服的。就这样。这边多少？你怎么也在那？96，96，还得给返。咋掉了这是？再拿也抽100块钱呢。这个给我吃呗，这个。一个多小时，没有，真的。这还是还真的。还有那么多，你看那多啥？你还能咋吃啊？还这回来行，回家都可以吃。夹点就行了。你给我吃点去。太大了，你烧吧。这不行，烧不着。120。可以啊，这。这你这葡萄咋吃？那剪着一夹开，出去夹开。行，60斤。看见都老大了。咱现在买回来买啊？回来就走了。